是求 x 截距为负5 y 截距为负4的直线方程式。那 x 截距为负5呢，代表我有一个点叫负50， y 截距呢叫负4的话呢，代表有一个点叫0负4。好，那由这两个点我就可以生出什么来？斜率。好，所以斜率呢就等于点的 x 坐标减 x 坐标分之 y 坐标减 y 坐标，所以呢斜率就是5分之负4。好，有了斜率呢，我再任选一个点就可以带点斜式了。来， y 减0等于斜率5分之负4乘上 x 减掉 x 坐标。好的，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 5y 呢就等于负 4x 减这边负负的正，然后呢负的乘上正呢还是负的，然后呢4乘5，所以是20。整理一下， 4x 加 5y 加20等于0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线方程式咯。